被匪兵敲诈走了。最后，祥子又因为自私和短视，失去了两个最爱自己的女人。最终孤苦伶仃，一无所有。祥子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。正如樊登曾说，如果你的生活出现了烦恼，相信我，一定是你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。天下之事，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。当你感觉不顺时，唯有打破过时保守的旧思维，才能走上顺境，开启新的篇章。《史记》有言，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逆于旧闻，意思是平常人总是拘泥于守旧的习惯，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。生活中那些固执守旧、不懂得跟着时代进步、不愿意接触新事物的人，往往更容易吃亏。美国一位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把几只蜜蜂放进一个平放的瓶中，瓶底向光，蜜蜂们向着光亮不断的碰壁，最后停在光亮的一面，奄奄一息。接着科学家又在瓶子里换上几只苍蝇，不到几分钟，所有的苍蝇都飞出去了。原因是他们多方尝试，向上、向下、向光、背光，一方不通，立即改变方向。虽然免不了多次碰壁，但最终总会飞向平静，逃脱而出。威克教授由此总结说，横冲直撞总比坐以待毙高明得多。人生路上并非都是心想事成、一帆风顺，困住我们的不是走不通的路，而是不懂得变通的旧思维。有时候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就像是一堵墙，围住我们。时代的进步，很多观念已经不太适用，唯有与时俱进，推开眼前这堵墙，才能解救固步自封的自己，越来越顺。二，曾经忽视的坏习惯，戒得越早命越好。电影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里有段台词这样说，上天为什么要安排我们生病，那是因为要提醒我们人生只有一次。总有人在卧病在床的时候抱怨命运不公、诸事不顺，殊不知身体早就亮起了红灯。正如奥古斯丁曾说，习惯不加以抑制，不久它就会变成你生活上的必需品了。凡事皆有度，成癖即伤身。不加节制的放纵只能带来短暂的愉悦，最终透支的是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年岁渐长才发现，曾经忽视的坏习惯正无形摧毁着我们的健康，影响着我们的命运。国家一级演员李琦通过精湛的演技被大众熟知，他不仅是一个好演员，用心对待工作，而且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，用爱守护家庭。却唯独戒不掉的坏习惯是烟酒如命。李琦的烟瘾和酒瘾非常大，据他自己说，每天最少要吸两包烟，少于八两的酒根本就不算喝酒。他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，把烟酒当成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毫不意外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痛风都通通的找上他来。他甚至还被送进抢救室，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把自己和家人都折腾得够呛。李琦终于意识到不良习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，开始戒烟戒酒，并通过跳绳、慢跑等运动锻炼身体。后来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的李琦，不仅身体健康得到明显改善，而且整个人看起来比之前更显得精神。想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，人生如同一场马拉松，比的就是谁的耐力更持久。而好的习惯
等同于给自己加装了正能量的电池，让你前行的阻力更小，更顺遂。我们的一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，你如何过一天，就如何过一生。坏习惯会让原本健康的身体被消耗，让顺心的生活变得一团乱麻。扔掉坏习惯，培养好习惯，才能让你重新掌控人生的主动权。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都应该做到自律自洽，读好书，写好字，交好友。好的习惯可以为你驱散迷茫，平息欲望，内心丰盈。坚持下去，每一个好习惯都会助力你的人生越来越好，越走越顺。三，影响生活的负面情绪容易破坏你的磁场。看过一则故事，有一个人乘船遇到海难，随着潮水飘到一座孤岛。孤岛荒无人烟，他只好找来一木头搭建一间简陋的小屋。有一天，他外出觅食回来，发现小屋意外着火，浓烟飞窜。就在他无比绝望之际，耳畔却突然传来一阵鸣笛声，原来是一艘救生船特地的驶过来救他。他疑惑地问船员：“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对方答道：“我们在远处看到了这里冒起浓烟求救的信号。”每一件不幸的事情背后都藏着万幸，人活一世总是福祸相依，遇到不顺时不要气。修炼好自己的内心，扔掉坏情绪，靠近好磁场，人生境遇也会因此不断变好。情绪不好，诸事不宜；情绪好，万事顺意。余下的日子，把心放宽，把事看淡，心态好，人生便顺了。季羡林在《季羡林谈人生》中曾说，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，然而自古至今，海内海外，一个100%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，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。扔掉阻碍我们前行的旧物，让心灵轻装上阵，在生活的磨砺中看淡得失，学会从容。
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耐心聆听。